八岁的梦嘛，十八岁安安。还是你直接把它扯开。同学来了，你觉得他声音听起来像同学吗？大家猜猜看他是谁？我现在太狼狈，我补个妆。我们刚刚在练舞，我们刚刚在练舞。不行啊，我要直播。我们刚刚练舞，然后我现在练到一半，我直接来直播，请体谅一下。太热了，太热了。没听到旁边，妮妮，哎、欸，不，我讲出来，我是要让你讲一个话，结果长出来，对啊，谢谢安娜小心之冠，水分补充，哦，我又补水分补充，妮妮对你。你怎么剪那么久？剪不开吗？怎么可能？那你帮我回一下粉丝。粉丝口都没有，你是没有指甲？没有。哎，我昨天我剪不开、欸，怎么办？有没有生日会啊？有没有刀？老公，老公是怎样？佳妮宝宝。真的。到处在工作。还是我觉得你们直接从这边撕开。你要怎样这样来问？啊，你这样解不开。嗨，呆呆。我是什么？他应该有餐具吧？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知道、欸。他帮你抢空，是哦，谢谢你，谢谢你。嗨，你哟。Lena 哪里有 Lena 有来吗 ？Lena 没来啊。什么？是什么？如盖，如盖是什么？什么字啊？看不懂。因为我们有两个牛肉面，然后一个牛肉汤面，我不知道差别在哪里。牛肉面就是有牛肉，可是牛肉汤面只有汤，就牛肉煮下去的汤，然后它只有老汤，然后牛肉面就是有肉。再解释一下，等一下，牛肉汤面汤都有牛肉不是吗？牛肉的汤而已，牛肉汤面有汤，牛肉汤面就是只有牛肉。汤没有肉，那我应该是有肉，牛肉汤面没有肉。对，然后牛肉面有肉。那我是叫牛肉汤面还是牛肉面？我忘记。我好像是叫牛肉面。哎，汤面没有肉，那你随便抽一个给我，等下思雅跟妹妹没吃到。2020。真的，哎。接着练习，然后没有空吃饭，然后我就趁他们练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可以赶快来直播。刚整个超昏的，刚说五分钟嘞，他说等我排完这个队形，然后说五分钟嘞，我要去吗？我要去直播吗？真的有别的任务的吗？你要去踩点是吗？我看我这个一辈子都拆不完，换你拆啊。哦，好像这个方向哦，开了。今天能合唱吗？当然不行啊。哦，你是那个吧，静。
给我筷子。我直接无言呢。等一下，我打给妮妮，看她可不可以接。什么笨笨的？孟准和加尼尔蒂卡吗？会卡吗？真假的？我是用我自己的 WiFi。一二三，你也卡。喂， Hello? 你的那个。那个筷子没有，我等一下，筷子，我等一下，筷子，筷子，好，看看有没有，好，有筷子吗？没有，没有筷子。我跟你讲哦，没有筷子，亲爱的。那怎么办？哎、欸，我记得那个饮水机，那个我们这边饮水机抽屉有一个筷子。好，我看一下。饮水机那边的柜子，你翻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好，谢谢。卡卡，哎、欸，怎么办？我网络很卡。因为你在打电话给我。不是，刚刚他们就说很卡。可是领云就不会，不是我跟你讲，我有一个毛病，因为我只要在公司直播，我就会卡。那是你手机的问题了。電我到哪都卡。真的？有看到吗？我看看。你有筷子是要吃什么吃？超懒的话，你管了，有事。洗碗不行，会烫死。有长一点的叉子，啊、哦、有夹子，叉子可以，叉子可以。吃蛋糕的夹子。哦，等一下，吃蛋糕的叉子。蛋糕的叉子。嗯。还是你要拿柏林的，柏林的放在桌上。柏林的筷子吗？对对对。柏林为什么会有筷子？啊、因为刚吃东西、啊哦。好，我要，给我。好。你问一下柏林，好，那我还是先翻一下。吃五个蛋糕以后，没有，我没有在吃东西，我真的是吃饱，没有，我蛋糕还放在家里。我跟你讲，跟大家讲，蛋糕真的还放在家里，完全没有动。冒尖一样，谢谢你们，谢谢。等一下，那个谁有筷子？但我你问柏林，你问柏林。有吗？一针，谢谢。是不是吃很多宝贝？我来了。谁给你吃很多？那你就是可以去闭嘴，大家出去好不好？还好吗？没有走。耶、啊！哎、欸，新的为什么是新的？刚我在问，然后小迪迪就说那边有，然后冲过去，在那边的。小迪说那边有。好了，谢谢，拜拜，拜拜。太可爱了吧，大家！耶、yeah, ，我们终于可以实行我们的吃面了。我已经想吃很久了。我不知道是我电脑卡还是哪个。哎、欸，我们不用插声卡了，好不好？我不想插声卡。等一下，我把声卡关。我们不用声卡，我们直接播音乐，这样好像比较好一点。卡卡的，为什么卡？我也不知道。你总感到落寞去。
现在卡住了，真的假的？哎呦！为什么会卡呢？这是人唱的呀。结块了，目前好了，真的吗？每次真的不喜欢来公司直播，每次都很卡。生日最多人祝我生日快乐的一天，因为所有成员，我真的是很爱我的成员，你知道吗？因为我就是自从加入这个公司，成员们就好像就学校的朋友一样。最近很超吗？我最近真的是累到快炸掉，我昨天十点就睡了。可是我是回家，然后练舞练到十点，然后就睡。先吃这块豆腐，慢慢吃吧。对啊，我等下吃完接着练，所以我要赶快用这段直播，现在反而是放松的时光。静，你不要吵，背你哦。没有卫生纸，我还没有看那个。放下吧，直播练舞不行啊，不能让你们知道我们练什么舞，对不对？辛苦了，谢谢你们，你们就是我的分叉点。那我以后直播要不要用声卡？还是就不要用了？声卡才能用啊，你说小的还是那只粉粉的？这是史上最柯南吃牛肉面。你们想要我用麦克风吗？用麦克风不太好吧？
宝和 Loli。为什么没有刷牛肉？嗯，炸在旁边的那个要用声卡。嗯，好，那面对对对对，整个面藏在一起，因为放太久了，我们刚刚练舞练到忘记拿。早上八点就起床，然后开始疯狂跳，疯狂跳，跳跳跳跳跳，到现在。嗨猪。午安，嗨，午安，现在是吃午餐的时间。我想让你们看到我牛肉面，可是好像看不到。嗯，其实我已经进来十次，真的假的？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子？算是什么意思？辛苦我了，辛苦我吃面了。你看，我没有找到牛肉啊，牛肉面是假的，我先喝一点汤。谢谢你哦，我也很开心可以在你们面前吃东西。我不想再倒汤了，料都倒不进了。还可以哦，肉，哎呀，这个筋好大，天啊！太多筋了吧，我不喜欢吃牛筋啊。对，牛肉汤面，你看那个筋太扯了啊，这全是筋哎。每次卡的好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把牛筋夹回去。嗨，航宇。时间 right， 然后刚刚点了一个那个双响炮，所以可以休息了。我要趁直播时间来休息。谢谢大家陪我吃东西。你们喜欢把面卷在一起吃，还是这样子素？美美的吃，我觉得美美吃就是把面卷在一起。我不想让你收集我的表情贴图，谢谢。直播间休息室，我用网络版 ，OK OK。真的吗？因为卷在一起吃就不用吸，就可以一口塞，还蛮方便。超甜，我跟你讲太甜了，叫无糖，直接变全糖那种感觉。所以我刚刚狂加水，除非是吃哦，有差吗？太过去一笑，嗨，创业。卷在一起吃，其实平常我也不会这么卷在一起吃，我平常都是直接吃。嗯，看直播两个小时哦。好，打字没事，那总比卡好吧？会卡吗？卷在一起，那你就卷小坨一点啊，有什么事吗？欺负这样子，没事，迟到没关系，有来就好。我会生纸，开心，是那种贤惠的女生才会带的卫生纸。我喷到我的行动充跟眼影盘，我等一下补一下妆。
但至少声音不会，那就好。不好意思，我真的下次不会在公司直播，都是思雅出的主意，怪他。你生日吃了，我记得没有蛋糕，两个泡芙一个蛋糕。全会，对啊，良家妇女。牛肉好吃，卷起来了，不要啊，不要。是吧？你回我些什么？没关系，我没有回你什么。不要，不要剪给思雅。那等下骂我说啊，你就不要练习呀。爱干净的女生妈妈，其实还好，可以用电脑，大家不一定都有电脑啊，在那边教你们。我爸从小就很在意我拿筷子的方式，所以导致我现在拿筷子练得很标准。我小时候很讨厌跟我爸一起吃饭，因为他每次都会说：“哦，你那筷子拿不好，不要吃。”然后我就会很难过，然后就一直夹着夹，我也去问妈妈，反正就是食指在上面，拇指在后面，然后中指就是三只指头控制一个，然后下面是无名指，你可以这样子，可以这样子顶着，然后也可以就是这样子，然后这样就可以就是夹到很小很小的东西，好像平常就不会拿筷子，我们成人还蛮多人不会拿筷子的，就他们每次他们我记得蛮多人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反正他们也有人这样子可以吃，我不知道，恨到我了。我觉得哇，原来还有这种方法，酷。他们跟 Mina 在公司直播啊，然后我们用那个麦当劳欢乐颂，然后。Mina 他直播完了，他还带着他的麦当劳过去，我们说什么鬼，你怎么还没吃完，那过了一个小时我们直接傻眼。平涵说他夹得起来就好，也是啊，夹得起来就好，不要那么在意嘛。十元哥，所以很多人其实比较喜欢用叉子吃面，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用叉子吃面，我觉得有那种特别的感觉。广告，不好意思。欢迎 Jack。噔噔，牛肉，牛肉只有两块，这样150。其实也没有什么西不西花，就是自己喜欢用什么就是什么吧。不能因为对啊，过来。大家强迫同情哦，真的假的？可以讲话了吗？大家顺吗？嗨，黑洞弟弟王 ，OK 吗？现在顺了吗？
有听到声音，啊，但看不到画面，好，那我跟你讲，就是以前在直播啊，就有四个地方可以让我直播，然后我就到处跑，然后那时候是很气，那时候就是每次直播到一半就超卡，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肚子先听懂，我没有到很饿啦，就只是很累而已。手机，你别逼我。太难过了。卡的，大家卡的很爽，我跳的很爽，没关系啦，你们就是陪我聊天，没关系啊。先吃面，你们怎么一直叫我吃？又不是不知道我吃了多少蛋糕。你一停他就卡，我不能停，不能停，要又要不能停。嗨，关关，嗨，猫猫吃饭行，卡的很不规律，哈像怎么卡的很规律啊？请问一下 ，Hello， 你烦呢？是啊，不是。看季方亮，看陈威，看起来他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你比较年轻的意思，还是很幼稚的意思？可能你吃面，他卡你跳一下。我要吃给你们看。我教你们的小 tip 哦，你在吸面的时候不是会一直喷来喷去吗？如果你用筷子夹着下面那一节就不会了。示范一次，这样子。明明就是成年的猫猫在那边，不然我跟说，别摔他，求你了。我哪有把面吃完，明明就还有一点。
不给播哦，吃面是违法的，是不是？很知道。两分钟不卡 ，yes。刚才是卡的时候突然哦，原来不好意思，我不该突然跳舞的，给你们造成麻烦。我错了，我碰到鼻孔。嗨，超哥，吃面的问题放下，不用谢谢，我快吃完了。一般汤你们喝完吗？我是不会喝完，可是我都要把面吃完。哦，已经吸收。我会去尝尝。汤不会喝完的，我也不会。我穿白色，不然能喷。公司哎，好冷，为什么好冷？哦，我不想看起来好笑，我要漂亮。哎呀，不要广告。可以不要一直同一个广告吗？吃冰淇淋，为什么十元很想摸摸？你们怎么知道？他前天还就约我吃饭，我不确定他们在吃啊，他们应该在练吧，因为他们那个教室的时间快到了。完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观赏，今天直播到这结束，没有了。同捆包，同捆包什么意思？谢谢甲骨文新校选票，谢谢侠骨的心心相印。高啊？你说灌篮高手有十元？真假的？真假的？为什么？哎、欸，我没有看到你的讯息，被刷掉了吧？我超多讯息，我都有看。灌篮高手是十元，什么意思？我没有看过灌篮高手，所以我有些梗我不会懂。没有，来看一下，刚玩死。我来找一下。OK， 终于，真假的？十元拍广告。那他可以再出来一次吗？你都这么说，我等一下一定要去看啊，捧场一下，对不对？我要补一下眼妆，今天早上那个太随便，都忘记今天三点半。你看看你，我也不知道老君穿什么，蛮白目的话。你看，这是今天的眼影。怎么要看的时候什么意思？所以你刚刚不卡的意思吗？你刚刚有不看的意思吗？
那进去。顺了吗，各位？请问顺了吗？然后抹上亮亮，就大功告。这网络真是待加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亏吧，我听到会尿声音，哈哈，被发现了吗？哈哈哈。在别人眼里，可是不行哎，我一定要播满一个半，不然等下你们那些时间。我就继续播，然后你们可以先去做自己的事。啊，超卡卡，为什么会这样？哦，是吗？谢谢开心的乐，我们去这里哦，偷睡哦也是可以。丢起来！谢谢谁谁掌声鼓励，这是什么？对啊，我今天眼睛画的不一样，我出门太赶。你关不起，不然我们打字聊天啊 ，OK 啊？我用语音。哎，不行，好，那我再打字。
我的眼睛，穿过了夕阳与日台，想找谁能把你取代，复制你对啊，打字聊天聊天模式。火箭，现场声音画面跟声音不同，我看起来会是怎样？火箭是关键词。Hello, first time to see your life. 哦，谢谢你。Thank you for your watching. Yes，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tty 破天惊奇 Peter 林光纯，我等下直播完了接着练舞，赶快跟你们多讲一点话，虽然我不知道讲什么，再播八分钟不行，我要播到五点。谢谢扣一下掌声鼓励，没关系啊，如果你要去忙你的事，你可以先去忙，我自己来。谢谢萌芽掌声鼓励，这个是什么歌？看一下。不是啊，你可以讲中文，为什么刚刚讲英文？你在跟我开玩笑吗？算了，完全不卡。不要讲卡这个字，真的不要讲卡这个字，不讲。不要摆太多表情，不然定格。好，那我现在就这个表情，大家还满意吗？礼物送完就卡了，真的假的？火箭。火箭。一定要开到五点，大家相信我，我只能开到五点。网页比较好，哦，那很好啊。只是网页版留言前面都有一个 WEB。Hi Simon， 一定是真的是火箭丢太多。哎，这个手机充不起。充不起的手机，手机充不起。以后再没有看，对啊，因为我现在就是用我自己手机的 WiFi， 不然我看有谁的手机可以接，看他们在不在，我大概李彩杰好了，看那个彩杰吧。
应该在隔壁吧。没有，怕是在用手机。我忘记音乐是谁在播，好像是 Mina。他可能在练舞。一发就能买好几张握手券，哎呦，那我觉得你们还是拿去买握手券会比较好一点。看来是不会接电话了。他不接，好卡。哎，那我看我自己直播嘞，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的 Long Life， 我要更新，天，不可以更新，更新网络就慢了，怎么办？还卡着吗，各位？他也在忙吗？对啊，他也在忙。看还有谁可以打，雅恩。啊，一条面，我没改。喂，你有网路吗？有网路啊。我说你的那个电信是什么？有不是中华电信的人吗？有不是中华电信的人吗？你是台湾大哥大，就叫你。哦、oh, ，yes。好，我太太去了。好，拜拜，谢谢。拜拜。应该可以哦，你要来救我了。那顺了吗？应该是哦，因为大家都回来了。大家顺了吗？为什么这个？到底是怎样？别问很可怕。怎样？别问很可怕，不再意外。那我们一起唱歌好不好？有了吗？唱什么？你想唱什么歌？不知道，如果我会。爱和你的秘密不在。爱和你的麻痹不堪。这首到底唱什么？大理石。那这些接下来这半小时你可以陪我吗？Yes， 等一下，有接到网络，对，大家不用怕，接到了。婷丽吗？这是婷丽吗？对，是阿丽。耶、yeah, ，婷丽宝贝。What？ 我们来唱那个。你喜欢唱什么歌？都随便。我也都随便。阿丽。阿丽，我们的 CPIU。但你接网络，大家快感谢他。天啊，我应该早点借，我刚刚整个卡到爆，你知道吗？是谁？神教是你。我这网络在公司太不给力。Yes。你看，大家跟你谢谢，你说不客气。谢谢。很吵的阿丽。谢谢。阿丽很吵吗？有点吵。Yes， 君に，君に。跟你讲，大家你的唱歌实力也是很好的。我歌唱比赛。对啊，你超扯嘞！我也觉得超扯。你唱什么歌？鱼竿的把爱说好。我没听过。蛮好。好扯、哦！你要不要唱看？你是跟谁比？有原住民吗？没有吧。我觉得有原住民就绝对赢不了。不一定哦，我们学校原住民也没有很会唱。真的假的？我每次遇到原住民超会唱。我也是，我常遇到的都会唱。然后，他说我们要合唱吗？你会唱什么歌？唱什么歌？嗯。那个，小酒窝。可以啊。然后小酒窝。幼稚的。哎，可是。男生。我都会唱。阿丽昨天跟汪汪官方哦，真的、哦。对啊，他们来抽那个位置啊。啊。
哦，嗡嗡不意外，阿丽很吵吗？哈，你原住民哦？对，我发现我有原住民朋友不会唱歌，反正他们只要唱歌就很好听的。有些人阿丽也是那个、啊、原住民，不是吗？阿丽是原住民，我记得是阿美。真的假的？好像吧，我不太确定。白？为什么原住民这么白？到底什么鬼？阿美族吗？皮肤很白的。嗨，艾瑞克，阿丽 diss 嗡嗡，真的假的？还 diss 族族？阿丽比嗡嗡还吵。阿丽有这么吵吗？有。可是他平常在我面前都太压抑。起来就很吵。对啊。唱那个林俊杰、周兴哲、周杰伦选一个。周杰伦不太会唱。周杰伦不太唱，那我们选林俊杰。阿丽是森林的精灵，他什么时候这个绰号？他有这个绰号吗？不知道，怎么没听过？我也没听过。18岁以前是美少女，18岁以后要叫美女。那你现在还在美少女？今天早上他就说你18岁了耶，然后我就说对啊，我说安几岁？17吗？他差我17，我就说15。你怎样？17吗？我说不好意思，没认出来。阿丽昨天简单讲，哎，他是继承我了是吗？继承你怎样？继承我剪刀枪，我之前迷你康时我都剪刀枪。TP 小枪枪。什么鬼？谢谢甲骨文 kiss 啾啾。30以后要叫到女人吗？女人。我也17岁。阿丽在。没有人，这里没有人17岁啊。阿丽。阿丽进来啊。阿姨进来啊。对啊，粉丝都在 diss 她哎。阿丽，来了，听到他声音。Come on, baby。我要睡觉。你要睡觉。没有准备。你要不要进来？刚刚粉丝。我这是档案吗？但是我没准备啊。没关系。沾光了，没关系，我可以沾一点呗。这是买的吗？楼下很贵。没有。你们猜多少钱？50、80、100。60。六十，很多，还便宜。哪有，小楼下超贵的。阿丽在睡觉，他们听到了。你要过来一下吗？他们刚刚在呛你。他们说你昨天直播太吵。是汪同学吵。没有，他们说你比汪还吵。汪同学先吵的。他先吵了。然后你在吵。我也在旁边。你也在旁边。哎，祖祖在吗？哎，你真的喜欢在旁边。对啊，到处跑台，大家心碎。是谁呢？爸爸不是玲玲在吃，对啊，爸爸是玲玲在吃，只有玲玲不在。他 Daisy 全台。阿丽不是 Daisy 的。没跑。哎，他们说他们呛你说你来公司睡觉。没有啊，我就是。公司好睡，我爱公司。好啦，加油。那你爸爸不要了。嗯，知道知道。我刚才在吃牛肉面。拜拜。觉得你在直播，然后他要走，他就想开门。你呀、啊。他。开玩笑。你好笑。不要跟思雅讲，但思雅跟爸爸有关系吗？我真想吃水果的水。吃东西的某某才是完整。谢谢。他们麻辣好赞哦！这个麻辣好甜、哦。嗯。他们很喜欢看我在直播吃东西。嗯。牛筋，我不喜欢吃牛筋。我没吃过。不敢吃。很硬吧。别人的冷气最凉快。进贡，谁进贡了？阿丽进贡我。还有吗？唱歌，好无聊。唱啊。继续冰酒。嗨。最喜欢那首，那是我跟我送 Mina 的时候玩的梗，好不好？嗯，你会唱什么？是你。不会。世界我只会唱那句。我也只会唱那句。我只想问你会不会唱而已。除了你，因为世界又如不是。是你，因是上去，因世界又如何？会唱。
好了。他这个。当你来呀、啊，怎么写的？你用那个。欢迎吞嘴哥，哎，什么意思？是想吃辣椒的？你要唱。哇，你低得下去，好厉害。真的、哦。
那这伴唱好专业，没有他是主唱了，好不好？不要玩人家声音，哎，很好玩哎。谢谢开心，早上鼓励。这是什么？好可爱。对啊，好可爱。谢谢渐渐的肉粽悄悄。VIP 有什么差呢？就是 VIP 才可以送的。哦，好酷哦！谢谢。等你，你在亚洲集团，你不可以，我没有虐待你，对不对？你要说没有？没有啊。对啊，我很爱你，对不对？怎么的？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好哦。十八岁，我没有从十八岁，十六岁就开始失恋。没有啦，不要怕说出来，什么意思？你要换歌吗？看你啊。我都可以啊。假巴。假巴啦。哎，你会唱那个吗？我们唱嗨的好不好？五月天的那种。他是什么啊？不一定每个都会唱。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十六岁就开始了，没有，十六岁还没有二期，好不好？不好意思，刚刚卡住了，我没有注意到，刚网络突然断掉。对，刚才回来。跟谁卡歌？没有卡歌。小乐子，哎。女人这个青春不能浪费，被子受伤只要一个人狼狈。No stop， 干脆不要那么累。我被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你是想起走，谁是叫我保重，我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你是想起走，因为你是高手，好的你在说 When I give you all my love you push me back I don't really care noDon't really care no more And I give you all my love You push me back I don't really care no more Don't really care no more 送给你的床丢到了小床你转身离开你说我不懂爱有什么用都是我活该现在你只想要跟你拜拜，是不是？他的歌词打错。他的打错。哎，我有点紧张哦，他们现在留言卡住了。你是我错，我真的不爱跟我直播了。爱情失败到分手的罪，就让我来背。歌词在那边播的好。哎，出来了，出来了。谢谢，人家是他们送礼物才掉的。谢谢小月亮那一棒，谢谢创业了那一棒，谢谢开心了。抓起来摔，他们说我是这卡有卡住吗？你怕没卡吗？留言。我留言，我留言会卡，只要会卡，我也会。啊，好烦、啊。手机问题吗？你会拿两只手机直播吗？我就用手机啊，手机。这是我妈的手机。谢谢最爱的节奏小影的这些宝宝，算了算了，不要换成卡，对。等一下。对啊，算了，不开灯，还好暗，应该可以吧。好，很卡。我觉得这样卡住。
可是我每次在家里就不会这样，在这边就会。到哪都会。这样就，那个，那个，那叫什么？飘向北方。但是我中间有一段还好。什么意思？你可以唱那个吗 ？rap 吗？没有没有，你唱主唱，我唱 rap。可以啊。好。你再唱一首歌，差不多要结束。Go， 帅要分手魔咒。今天标题卡要分手。飘向北方。今天好想有对，好想有妮妮。有人说他咬着欠了一堆钱，刷币币风头；有人说他练就三五一拳，没机会转漏；有人失去了自我，手足无措，输掉了；有人为了梦想，为饭餐养家糊口。他住在燕郊机场的车子公寓，大楼里的未来只我爱你，空白的写着离语，还抱着多少憧憬。我放在九三零号公路，内心盼着晴天，不明也不散，不敢回头望了远方。放下了梦想，又毅然决然去流浪，牺牲了自尊。想听你唱的。唱完，哎、欸，你有听过那个吗？黄明志有一首歌叫那个飙高音。现在我
们一起唱那个唱。然后你不会唱，很简单，那个调很简单，会吧？现在我要飘高耶。我都没有认真听过。我唱，真的很好笑这首歌，你自己听它前面的那个词。我好像听过它词，很好笑。对啊，给你看那个。这是想怎样？他竟然会在意这种东西，他很在意啊。是啊，我都不知道，看不出来。好了，他开心就好了。大概是什么？政治。截图时间，哦喂，我真的，结束之前，等一下，不好意思，我念，不要念过去，接不到算他们的好啦，今天直播这边结束啦。大家辛苦了。